有没有可能是版本答案还没出来？哎，也蛮多天了呀，改版到现在已经挺多。今天不是礼拜六了吗？还是礼拜五？今天礼拜五了。英雄集会。英雄集会赌决绝。听说三龙决绝很强。刚是控个麒麟出来，但我可能控个多重，或是控一个邪术，控邪术好了。但邪术可能有星朵拉，但控星朵拉感觉有点蠢。两费有没有变形啊？这个图可以保证有法米尔。感觉可以玩赌艾希，保证有卡米尔。艾希假分死，当思想。猥琐而欲分裂，麦吉林，阿卡利应该没那么重。想留阿卡丽的话，可以麦麒麟。打
哥这感觉随便打吧，嗜血防，艾希娜回锁，日语分离。哦，我将需要摆入一些。我哪不哪都攻，人家是拿蜈蚣，应该不会再拿弓了吧？你感觉铲子好爽、啊，铲子玩大击败，后面可以保证有那个大击败的东西。妖精。I'm out. Gotta sharpen my lance.可以播买购的歌吗？买购。这里有买够囤，买够什么？感觉飘得很好呢，六张五张，而鱼 ，What the fuck？Who wants a piece of this？
还有另外好多。十五块是十五块喽。对上一次啊，我要上六抽他丁三了，把他丁三两张，想他一张。就可以上六抽。那这一支三是大提升。啊，可是三。阿丁三喜也算大提升，二里又比较冷，先把儿女分裂拿出，这第三件。大脚不是抽到吧？那我就不算。这只是可有可无的三。冲的至少在发十一发克里的时候要十一会发卡米尔，回存冲七打没错，想说五等抽一抽，不然六等那就抽一只甲龟子出不来，挺烦的。谁家随便赢，谁家也随便赢，谁家也随便赢，就微小优势上等，可以上等放个麒麟啊。
还是随便赢吧。一分钱。第三件拿鬼锁或分件都行。啊，这个阵是不是拿那个很强啊？拿那个什么去管理？炸兵是真的给面子。你看海克斯吗？多重打手，几块钱？你盯三会比贾克斯好吗？我是你一飞一起赌啊！啊，这把通常两飞都会跟阿卡利一样，只有三张。哦，定位不太一样。反甲又直接做吧。还是上克里好一点，或是上，应该上堡垒，有堡垒，应该是上谁？哦，对，要靠七打，七等七打，不开七打吧？没错，七打要一下，应该随便赢。A 轮没被惩罚，七打强很多。想着要卡米尔才能骑大了，远亲怎么样？现在好像不需要给艾希一点防御。What the fuck?我就等发卡米尔吧，直接就发卡米尔了。啊，后面如果有一个打手转的话，就九打了。啊，上等应该是卡米尔，然后有一只 KPL， 或者就在这只 KPL， 好，再挂一个秘仪。哎，卡扎丁打多少？问题来了，贾克斯比较强还是卡萨丁比较强啊？等一下我拆装要不要给卡萨丁啊？因为那个小火玉要捡吗？不用，系统会帮你捡。因为还有一家七多打，苹果七打。哎、欸，单怪是米迪欧，那米迪欧你没有配巴德，就少了一个学者，少的学者应该还是有差。老甲比较强，老甲比较坦还是卡拉丁比较坦？欸、这把艾希雅克斯算顺了、啊。
我们四之一之前就有六张了，而且有多重机会，感觉第一个拿这个 B 可以七打，赌完以后 B 七打，德国区装备全对啊，艾希最好就这三件，刚看拿三人间超烂，艾希红最好的就这三件，这个可以给贾克斯夺目了，然后这个换别的，看起来跟金克斯一样，就得拿一堆攻速。然后狂射，哎，在哪一个龙牙？给艾希满满的双防，我是石像鬼。帮帮帮帮！拜拜。应该是贾克斯先拿第三件，然后后面卡拉丁带个偷偷，感觉仁至义尽。然后后面的生意条件可能就九打了。欸，下面的打手得死了，他们会拿打手转。而且我现在这个震动墙，装备对海克斯也对啊。甲甲甲克斯，我们是双甲甲的甲克斯。像这个甲克斯身上有几个甲？又要变魔术，甲甲甲克斯，其实贾克斯开招也有那个，也有雾魔防哎，远清再给艾希，艾希应该 AOE 打不死，然后等下又要变强了。玛丽安呢？八八哦，好多钱！雷兹好像不要玩，瑞空扣一下吧，卡玛应该没人要。I only need time. Come like magic.有哪个日炎吗？还没烧，后面怕打不赢需要剑疗的人。
哒。那边好焦灼，九八七一。别赖着不走了，哥们！哎呦，这小马怎么那么强？别赖着不走嘞！找小伙伴，拿着小小伙伴放个两三费卡。好强哦，这个人！啦啦哒哒，还有卡莎丁可以 build。猫或皇冠是坦度吧，交给艾希就好了。等下后面再过一点，再过两轮就卡米尔。那我等一下提升是什么？没提升了。吉勒斯。射不穿这个戴安娜的。有。好绝望！慢慢买那个吧，慢慢买护符，等下找奇乐斯。三家多打，没有吧？要要。你快玩低玩吗？慢慢来嘛。张十，卡米尔二也没装。张十的话有奇勒斯、斯密，把这个钱低下去不太值得。然后留一个九多打的机会。那我射不穿这只戴安娜。不可能是这样。
找一堆 AD， 二蜜三蜜差多少？15%。澳洲这一家。有没多少奖还强吗？有可能肯提强一点，就乖乖三我三米，慢慢来。在这边上十，四十空搞不好也是。要在那战神贾克斯，20%增伤，雷波拿个经济让一下吧，等下再找强战力。看好家伙赢了，受血最好的战力。哎呦，好强哦，艾希贾克斯！但感觉这把没什么办法复刻。有时候前面方向对了，后面就很顺了。但是这个地图啊，保证有其他。